北京人起来很困扰，茶不吃饭不想，晚上也睡不好，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烦恼？你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大概是季节变换刚好感冒，可是我明白是他让你神魂颠倒。我发现原来爱让你每天一乱情，我知道我知道朋友的是爱，你想要问明白，他接不接受，那你到处走走，走过台北热闹的街头，他接不接受让你牵他的手，要牵右手还是牵左手，却常常傻笑，做事情不可靠，每天出门都快要迟到。你说真的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这个人本来就有点出线条，可是我明白是他让你神魂颠倒。我发现原来Thank you.